今天一大早趁这几天比较阴凉啊，剪的头发。哦，我老木啊，我老木的家私哦。哦，刚刚那个宅配来了哈，我们的那个收音麦克风，57送的这个麦克风实在真的很好用可是它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重量别在这个领口的时候，领口都下垂第一个不美观然后再来就是不方便因此就买了另外这个麦，而这个麦呢，也你说另外买也不是另外买，因为它可以它这里可以外接一个麦克风进去。哦，我们来开箱一下吧。买一个效果相当不错的一个麦克风。这个效果相当的不错然后这个就是别在领口了，这个就是让我别在领口的。OK，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孔插到这个57的这个主机上，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额外别一个这个。就这个，因为这个很轻啊，这个主机其实是真的蛮重的，OK 啦，就这样子。然后下午应该也是会出去搞搞事吧，但又没有下雨啊。这个水街啦，之前的那个 Switch 都是来这一家店跟他做一个那个游戏的交换啦，买卖啊。他这里就是台中的西屯路然后一整条过去，到好几家的那个水族店。我干，我在，不要，我。买了两袋的那个滤材，好吧，继续晃一下。我每次来都会走走晃晃不一定会买什么，但是鱼的话真的就是要每天来啊，因为买鱼有时候真的是运气，哇靠，下大雨。我靠，滴滴答答的下大雨啊。OK，我们继续晃晃看有什么宝。我上次看到这一缸
超想买的，好便宜啊，倍率钢，然后又是造景钢，还蛮大钢的，它是比较高的钢啊。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况需要的是两尺啊三尺钢，所以我就没入手了。哦，不然那钢又有造，又有那个造景哈，然后又是倍率钢，蛮棒的，13350而已。那我们签的，那我们继续去下一家啦。哦，现在湿湿哒哒的哈，都在下雨。然后我之前都会来这里哈买东西的，但是上次我买的那个鱼缸超便宜的。他来到台中哦，真的可以来这里寻宝哦。那我上次买这一缸啊，好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上次买这一缸999，超白缸啊，两尺的超白缸，有够便宜的，真的。然后进去给他换个看个鱼吧。我想要找龙鱼啊，哇，这个龙鱼很赞呢。啊，这是银带啦，都蛮大只的。高倍金龙，超强养甲。好，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买了这个新的滤材哈，蛮特别的。OK。啊，这个回去我们再开箱啦。哦，我这个超便宜的，这个我到别家看都很贵哈，这家90块，一样的 size， 哦，真的很棒哦。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材料的话，哈，来这里找找啦，还不错啦。哦，台中来这里找找。哦，我们继续去下一家晃晃吧。那我们现在来到前面有一家专门卖龙鱼的哈，只是他会不会让我进去观赏我不知道。OK， 我这里有一个卖龙鱼的，他们门口的镇店之宝啊，哇，超大只的这一只，超级壮观。哦，超级雄伟的这一只。这个龙真的很美哦。那我们感谢这家老板哦，可以让我们观赏这个龙鱼。我最近也是在找龙鱼哦，不太懂龙鱼的等级怎么看。这超美的，真的。那这个都还小朋友哈，这个长大一定红滋滋的，一定都很漂亮。
这一只就很特别，这一只哦小归小哦，目测大约一尺吧，30公分吧。哦，那么小就很红了。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银带白纸吧，应该吧，最近有在做功课。那其实我蛮想养银带白纸的，既便宜哈，我觉得观赏度也不错。好啦，我们。哇靠，雨越下越大哎！哦，这家方舟哈，我们感谢这家方舟老板让我进去看龙鱼哈。哦，专门经营龙鱼的方舟水族。哦，雨越下越大，我靠，嘿man。哦，好啦，看来今天要撤退啦。不行哈，我没有带雨伞出来哈。好，我们回去吧。那今天的日常呢，我们就到这里啦。跟大家 say bye， 下次见，拜拜。